道那个这个显示机要放在哪里吗？这里不是货车厢啊！台湾就是到处都是这样子的。对啊，那个环境很奇怪啊。怎么会？我相信其他国家应该跟印尼一样，不可能写八折，对吧？就直接说什么20% off。八大生活台28频道，今晚11点 WTO 姐妹会。